同样呢是鼓励华人青年发挥才艺和创意。前东森新人王的优胜选手曾国瑞最近特别宣布推出了全新单曲，叫做《台湾制造》，内容呢包含悬疑的电影片段，还有热情的美式嘻哈风格，唱出了台美人新世代特有的台湾味。我等了很久，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准备好了。用混合美国帮派与台湾黑道充满悬疑又诡异的气氛来衬托出新单曲《台湾制造》。前新人王优胜者曾国瑞表示，他最想表达的就是来自台湾。台湾制造我，然后我在美国的一个长大的一个经验，还有很多就是我，在这边的生活。可是我虽然住在美国，可是我的风格跟我的个性 is made in Taiwan。 透过社群网络，不只要把好听的歌介绍给全世界的台湾人，充满热情的歌词与旋律更打动他身边许多音乐同好，一起过来拔刀相助，促成单曲诞生。 Tony dances, so we both felt that his music should make people dance and move, because dance is the fruit of the music, you know, it's what it is made for。影片中载歌载舞、大秀才艺之外，谈起私底下的曾国瑞可是热爱冒险、喜欢运动的大男孩。不止热爱挑战，参加过 Toyota RAV4 的水上飞行器大挑战，一颗勇于尝试的心，更早在2015年的新人王比赛便崭露头角。真的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件事情。那对我做音乐来讲，真的对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inspiration and a really big impact on my music。 也因为东森新人王激发出他的歌唱才华，让曾国瑞更有机会前进梦幻偶像之夜歌友会，与台湾的铁肺女王戴爱玲在 Club Nokia 剧院里同台飙歌。对音乐有兴趣的歌手，还有写歌词还是唱歌还是玩乐器，我就是鼓励大家去挑战，去push yourself to be better。强调学歌唱的路一路充满人情味，不止没有终点，而且处处都是鼓励。来自台湾的曾国瑞选择持续在洛杉矶发光发热，也希望有更多被他歌曲打动的朋友不要忘记珍惜生命中一切的美好。多闻新闻魏宽、叶永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